大家好，使用欧标机器生产的复合木方在工地使用后会是什么效果呢？这是杭州的一个项目啊。今天我用无人机空中可以俯览一下这个项目，一共有八栋楼，现在已经盖到第八层了。使用有两个月，目前用了两个月左右，我每个月会跟进一次，会给大家报告一次使用之后的一个效果。这是它这栋楼目前采用的是全部使用复合木方加我们欧标机器生产的塑面建筑模板，这是一个完美组合。这个工地在浙江是唯一一家啊采用一个最新的装配式，配合我们的复合木方加塑面模板做出来一个效果。大家可以看看啊，我背后的墙体，这是用了第八次之后，墙体依然又光又亮，像用第一次的感觉。我们这个模板，塑面模板用到20次也是这个效果，不是只有这一堵墙是这样子的，每一堵墙都是这样子。待会儿后面会给大家再照另外一面什么样子的。大家可以看到整个楼层顶板全部采用的是再生复合木方，都是用工地的废旧模板生产的啊。我把镜头往上调一下，你们看一下目前的状况是什么样子的。我仔细观察了，基本上没有说脱皮呀、变形呐、之类的。我们这个木方最大的优点就是不会变形，完好无损，照这种情况再用2年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大家再看看这堵墙，依然是整齐光亮，也不漏浆啊，平整。然后呢，我再带大家看一下这基本全是采用复合木方啊，不管是梁底梁邦全是采用的再生复合木方。这是柱子包好的一个效果啊，沉重的一个柱子用复合木方。然后我会每个月给大家报告一次复合木方使用的一个情况，下个月继续，12月见。